Hello, 大家好。This video is made with Cantonese voiceover. You can find the English subtitles by clicking here for mobile user and here for desktop user. OK, 開始啦。嚟到拉斯維加斯第一次去飲茶，各位本地姜知唔知呢度係邊度呢？講落去之前，請大家記得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s 啊。有 follow 開我 IG 都知道我尋尋覓覓諗住揾間酒樓試下島城嘅點心有咩符 fit 㗎啦，點知一入到去好多都因為果陣除真係頂唔順啦，咁唯有豁出去試下間酒店嘅中菜館啦。呢間 Ping Pong Pong 中文名叫金元寶，但又有人叫佢做乒乓波喎，我揾咗好耐都揾唔到個名嘅由來啊，知嘅朋友記得喺下面留言俾我知啊。我哋星期日朝头早十点几就嚟到啦，已经见到人龙啦，大家记得要早啲嚟啊！呢度唔会有嗰阵噏味，亦都冇俗套嘅艺中华风，算系嗰种摩登中菜厅。虽然唔系话古色古香，但就有连香港都有好少见嘅怀旧点心车。最重要系一开口就用广东话问我饮咩茶，然后就喺呢个开放式茶水间开茶。真系好耐冇见过呢啲格局啦！呢度有香片、乌龙、普洱、菊花、寿眉拣，我哋拣咗香片，茶叶咧就碎咗啲，但系点解有玫瑰花味嘅？虽然茶就有啲碎，但冲咗几次都仲有味噶，唔怪得好多当地人都会带个水樽装茶走啦。又嚟睇下个 menu， 点心分咗大、中、小点，仲有特点、特大点同厨点。酒店做到呢个平民价真系好难得，点心款式亦相当丰富，除咗一啲传统点心，仲有蔗虾啊、鸡尾包、酥皮流心包、羊肉串同埋双皮奶和。lunch menu 仲有好多小炒啊、小菜可以拣，不过见到点心车，通常都系见乜就叫乜啦。有带子烧麦，有普通嘅烧麦，排骨牛肉丸。我想要烧麦啊，唔该。再等下冇其他啦。啊，咁多先。系咪好怀旧呢？点心车种类仲有四面透明嘅甜品车。呢架以前通常都系卖煎糕啊、炒面、炒米粉嘅。呢架咧就卖粥同埋糖水嘅，老一辈嘅观众睇到应该啲回忆都翻晒嚟啦啩，后生嘅就可能唔知咯。豆瓣酱大大兜放喺台又唔理点，点心纸唔系俾你画，而系俾你吸印仔。呢、这个画面真系好 old school 啊！先试下我最中意嘅蟹子烧卖，一咬落去就食到老街酒楼嘅味道。应该就冇沟水代替猪油，肉味好浓，但系应该系用咗云吞皮而唔系用烧麦皮。始终好多地方都冇自己做烧麦皮咯。我妈妈最中意就系咩点心都要点呢个豆瓣酱，呢度唔系点，系直情俾你浸落去嘅。然后呢个冇咗透明感嘅咸水角，呢个好明显系翻炸嘅。传统的咸水角外层用炖面和糯米粉做，这个糯米粉的比例就多了一点，所以不够透明，但个馅呢的肉碎和虾米都有的，外层比一般吃到的就脆身一点。这个是热辣辣的包汁鲜竹卷，看个样子就知道它炆了很久了，味道到位的，但是腐皮呢很厚实，我一度有想过它是不是用错了枝竹去包啊。我冇谂过食金钱土都会用竹车或者系糖水车嚟卖噶喎，以前通常都要行去厨部吸印等姐姐笔俾你嘅，但有样嘢系一样嘅，就系都系会用个玻璃兜装住。最经典嘅玻璃兜咧就系苹果围边嗰只，大家有冇印象啊？呢碗萝卜炆金钱土都几大兜下喎，对得住特点呢个价钱啊！姐姐俾咗好多牛肚我，萝卜反而只有两嚿，
味道够香浓，柱侯酱好入味，口感软熟得嚟，爽弹。但系因为太多牛肚有啲饱嚟，只能食多龙虾饺。作为点心王，好难做得好嘅。呢、这、一个虾饺皮睇落都有十折，算合格啦。可惜外皮就比较厚啦，馅料比较实，唔见有笋同猪肉，所以唔爆汁。这个呢就争咗啲啦。今次食得五款点心，如果唔系有下场，我都会叫多啲打包走啊。而呢一餐呢，连贴士大概就30几蚊啦，相当满足啊。乒乒乓绝对是 CP 值高、值得回头的餐厅。他们除了点心、小菜都很吸引的。我们这次见到有人叫了个椒盐排骨，超级大碟啊！我离远都闻到超香啊！大家有没有来过这间餐厅呢？你又最喜欢吃哪款点心呢？留言话我知道啊！